来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富士的这台哦 ，Super 145AZ 哦，那它用的是这个 CR123A 的这个电池哦 ，CR123A 哦一颗哦的侧边哦，那它还有这个哦相机绳哦，相机绳哦，那它可以看一下外观哦，外观的部分哦都还正常哦，那 Power 在这边哦 ，Power 这颗红色的按下去哦，它就打开了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闪灯、快门都正常，哦，闪灯、快门都正常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外观，哈，外观的基本上来讲的话，维持的还不错，哈，就是有少许使用痕迹，不会影响到它的使用，好，我把这关起来，然后看一下底片室，哦，底片室这边就这样打开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底片，底片室这个部分，大致上是蛮干净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富士的 Super 145AZ 的视频，谢谢。